政府机关，办公室有两栋大楼，我们现在占你的是南栋，室内深部的主要这一栋，我主要有两个门，我们这里是后面的门，但是是面对台大医院，所以我们要请大家在这里尽可能的安静下来，坐下来，沉默，也是一种力量，是不是？对。当所有的人站在这里，坐在这里，我们要求政府出来。我们轮流，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方式，我们把牌子举高了，我们可以用牌子来表达我们的心声，好不好？好。所以我请各位，对不起，也不好意思，我们顾及到病人的权益，我们静默，好不好？好。谢谢大家的配合，我们说到做到哦，可以吗？谢谢大家，坐下来休息，谢谢。各位伙伴，这边有一个侧门，请大家以这个侧门为中心，像前面一样坐下来。等一下会掉灯光和物资。来，我这边的朋友，这里的朋友，我们刚刚在另外一侧的门，我们已经把整个铁门都打开了。我们现在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要求警方把这里的门也打开。另外一种方式，我们要当面去堵路，门是开着的，门被我们占领了，所以我们可以从后面绕，比较方便。那各位朋友可以慢慢的从后面去，绕到后面去，后面绕到后面，门是开着的。现在警方正在集结，我们的人数，大家进来，我们就一定比他们多，对不对？所以请大家不要犹豫，往里面走，往里面走，欲来不及。就是我们这些一般的人民，他们也不会愿意把钱投入一般投入的研发。我的饼干先做起来，我先请大家帮忙削那些肉。请列出门可疑，请在银行外排队张望。那你妈也不可疑喽。正巡线追查中。哦。特别的是，他不可能啊，他不敢。不要乱讲。哎呦，你很冷的，开个玩笑也不行。我觉得大家已经堵拦到一个境界，
从那个洪仲丘的案子可以这样子集结25万人，我觉得这个社会已经对我们的政府的所作所为的不公不义的无能无感麻痹，然后完全动不了。他说改革都是放屁，他完全没有在改革。他有改革是什么吗？谁可以告诉我他到底改革了什么？我们有经济有变好吗？我们生活有变更好吗？我们环境有变更好吗？然后他什么事情都要来硬，这样子久了大家一定受不了。我觉得这个火可能要烧起来，最好是烧起来。只是希望守护自己的家园，付出的代价无法回复很大，但王家还在坚持。那成功已经守下来的苗栗湾保自救会呢，红香阿嬷们也都到场力挺。我们通常都叫红香阿姨。红香阿姨上台后慷慨激昂地说，看着深夜瓜农们为了守护自己的财产，为了赚个10元20元彻夜看守西瓜，但警察在哪里？但刘正宏家竟然有100-200个警察在看守。他说：“劳进红哪有做亏心事哦？那需要警察保护吧？我客家人，我台越南，对。就我们昨天在晚会的时候，就是明明就没有去他家，但是就是同时间很多警察在看守。自救会长陈信雄也说，为了台湾这块美丽的土地，为了后代子孙的幸福，大家勇敢站出来。希望全国受害者在各地团结一致，打倒恶霸政府，人民有信心赢得这场战争。有没有信心？有。好，谢谢大家的配合。好。”